那里面的那个食材哦，不是业配哦，是真的，这个很好吃哦，它的手工饼真的很特别。我吃饱了哦，老板，我刚刚吃的这是什么？干贝海鲜披萨。好，这个干贝海鲜披萨呢，已经吃了一大半了哦，这样子。我们都有看到里面的那个食材哦，不是业配哦，是真的，这个很好吃哦，它的手工饼皮真的很特别。再来加上，我很喜欢他们这个黑白配的盒子，这不是要推荐你们买啊，是它的盒子真的很漂亮，因为我喜欢包装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老板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夏威夷星星。夏威夷星星，那这是七寸的小披萨。那一个人份的话呢，女生呢很适合，就129块。那一样呢，我说的就是他们都是真材实料。它这个是有凤梨的口味，然后如果你喜欢吃 cheese 的啊，或者是喜欢吃海鲜，这两样都是他们的特色餐点。那饮料呢也好喝，如果喜欢喝咖啡，或者是他们也有茶类的饮品，你们也可以来这里，就是可以试吃试喝看看。拜拜。但你就走，你就过去再讲。你跟胡同有什么差吗？你得等。然后你不用接，你不用问嘛。好，那个店长，我们老板要来补充一下饮品的部分。那我们店里面也有四季春茶是无糖的，然后还有阿萨姆红茶。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喝的是红茶拿铁，是鲜奶茶调配的。对，还有柳橙清茶也蛮多人点的。下次可以来喝看看哦。因为它还有很多饮料可以来选，欢迎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